刨开这个地表运动，地表运动俗称抛体运动，它是一个等加速运动，加速度是 9.8 向下，所以它的位置可以写成什么？写成等加速运动公式嘛，1/2 g/d平方。这个的话，通常我们给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 g， 加那个 v0t，v0t 就初速了 ，v0t 再加那个 r。那通常我们会把它分解成两个分量，这两个分量就是 sy 等于2/2 g， 那 g 是零，负 g 嘛 ，t 平方。再加多少呢 ？v0x，v0yt， 再加 s0y， 所以我们就得到x 分量跟 y 分量的位置，这是0嘛，所以是 v0xt， ry 的话是等于负 2/1g， 负 2/1g 嘛。t 平方，再加 v0yt， 再加 y0， 这是 x0。那通常我们解问题的时候，通常 s0y0 是零的，通常它会给你什么？给你速度大小，还有仰角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就要把什么？把 v0x 换成什么？换成 v 零 cos 西塔，把那个 v 零 y 换成 v 零 sin 西塔，那这样的话公式就要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这样子 ，x 等于 v 零 cos 西塔 t， 水平方向等速运动，初位只在零的地方，那 y 等于负二分之一 z t 平方。再加 v 零 sin 西塔 t， 这样子 ，ry 的话，假设等于零的话，就是变成这样的公式。